是最爱你。那可不一定，我一定比你爱他。那怎么比呢？我想去碰碰运运气。OK， 也有可能在我这里了。吵死了！你已经快额满了，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？我哪有额满？我才两个，好吗？两个才。在想我的名额哦，肖队的名额不够用了，肖队的名额不够用了。没关系，就我帮你救就好了。你别吵，你不用担心他。如果他选择你，那邓建超你要送我。我没有说这个话，那袁演戏送了。我已经给你一个了，你还跟我要一个，你这样不会太过分吗？这不是你给我的，他们选的我的。放开，放开。